我叫罗明，我实名举报，昌武市赵孝生家族是无恶不作的犯罪团伙。2年前，我媳妇被打，导致肾摘除，活不了多久了。这一切。 都是因为赵家。5年前，我们拿出所有的家当贷款买了这套房子，就进了赵家的圈钱骗局。彭乡、程建根本就没有想把这房子盖好啊！我们背着这个烂尾楼。 每个月要拿出上万块钱的贷款，上万块钱呐！我媳妇找他们商量解决的办法，就被害成了这样。我儿子人间蒸发，我拿不到市政部门就被打。 被威胁、被恐吓，这一切都是家常便饭呐！厂务的天太黑了！举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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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是不是你写的？是不是你写的？ 在线楼盘发生命案，经警方调查断定，两名死者为夫妻关系，因欠下巨额外债无力偿还而引发悲剧。丈夫罗某殴打妻子刘某致死后跳楼身亡。适逢中秋佳节，光彩昌武，田主任，罗明夫妇确实联系不上，灯火通明，夜景一条街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 此次亮化工程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一项明星工程。扩美化道路，保障轨道吗？是。不一样的视觉感、体验感、幸福感，从而使我市的建设发展更具温度。我市著名企业家慈善家铁石矿业集团董事长赵孝生先生在昌武市慈善日活动中被评为双十佳慈善个人。 赵孝生先生表示，爱心不分大小，善举不分先后，希望凝聚更多力量，共建美好昌武。 慈善家赵孝生先生在得知安居院的惨剧后，第一时间通过我们昌武直播联系到了罗明夫妻的家人，承诺铁石矿业集团旗下的慈善组织会给予两家老人长期的帮助，陪伴他们度过难关。就我们的大慈善家，爸。哎，行了行了行了，快坐下吧。哎呀，今天是中秋节啊。 月圆人圆，哎，你看这红酒是老四从澳洲寄回来的，哎，就等于人也回来了啊！哎，愿我们赵家一如既往，平安顺利，啊，来，平安。
平安不是祝福来了，二哥，你这一年到头也不回家一次，今天我们也没请你来。 上回的事儿，你还没给我答复。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谈这个事儿啊？平安的前提是心安。爸，老二真的是白养的。 白养，爸，您别担心，还有我替您分忧。你还有脸说呀？要不是我给你擦屁股，你早进去了。办事儿，动点脑子，别老是自作主张。办什么事儿？先问问我，问问爸。怎么着？就你厉害呀？ 杨叔，厕所怎么样？接杨叔。发生命案，本地房价上涨，两名死者为夫妻关系，因欠下巨额外债未偿还，而引发悲剧。丈夫罗某无奈，丈夫无奈。有监控，低调点啊。 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啊！这里是赵家围，庄局快了。哎呀，来这什么事儿啊？马上12点了，下班了。<笑>当你有什么事儿呢？赶紧换衣服喝酒去。快点，快点，快点，走。 谢谢各位，来来来，还有谁跟我更亲？都有都有，正哥，正哥好，叫有什么上啊？来来来，喝起来喝起来，正哥。
来，三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还害羞了呢？在职警官，你吃点喝点得了，这不敢，这不行。味道听见了吗？哎，刚刚喝好，行，小宁，行，小宁，赶紧接你一个，主动点，主动，来一个，喝酒，喝酒，喝酒，随便来，喝酒，喝酒。哎呀，怎么这么厚？反正你三哥，咱们不用费言辞。我跟你讲，张总，好消息啊！三哥有办法把你重新搞回刑场，做你的副院长。你听我说，信三哥，我告诉你，三哥没别的要求。等你回去了，给你三哥整整理，告诉我们家老大那张展，就他那点人际关系，屁股没有，就靠你了。不能，三哥，你是不是看不得我过好了呀？啊，我这天天这么高兴，我又轻松，我赚的又多，我回什么刑侦？你可别给我弄回去，我不去。我跟你讲，回去。挣得更多，下心思。哎，今天就按你那几个，只喝酒 ，OK， 只喝酒。来，开心，开心，开心。来，接着走运，接着我。三哥，你这回真打算帮长征回这个刑侦大队啊？咱们家的人脉全部都集中在老爷子和老大的手里边，我们手上一点儿没有。每次脏活累活归我们干，干完了以后回去还要看他们的脸色。我不干，不干。咱们自己手里的赚点人脉。可是哥，你忘了他这回受处分全都是因为咱们赵家，所以说你这。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酒他那次少喝了，钱他那次少拿了，有这些攥在我们手里边，怕什么呀？对不对？三哥，够！实在是让不行，让你哎，但是三哥，说句实话，长征那小子做回副大队长，那咱哥几个以后做事儿方便多了。定的是，你三哥正在酝酿一个大动静。用得着他吗？加油吧，六子，一会儿你记得去教育一下那个采访农民的记者。好嘞，哥。盯了他一晚上，还是老样子。取消监视。取消。回来吧。天
就快亮了。好。哎，昌哥，咱们又见面了。你又怎么了？啊，坐坐坐坐坐，这不就打架吗？打架？又跟谁？我跟三哥有过节。打成啥样了？现在医院住着呢。住院了？啊，你是真行啊，天天干，干不够是吧？啊，长征。哎呦，哎呀呀呀，这不是张大队长吗？您这么大领导，怎么屈尊到我们赵家围这个小派出所来了？油嘴滑舌的，到派出所待段时间，看清风向了。嗨，这不都是跟队长学的吗？见风使舵，要不然根本混不下去。见风使舵也得看风有多大，要不然也容易翻船。行了，我告诉你啊，你万里追凶破的灭门案二等功下来了，考虑到。你还在处分期间，我就不给你开表彰大会了啊！来，意思一下。李正，海生同志，希望你戒骄戒。行了，都给我流放到这儿了，别整形式上进去了啊！我看看，挺好。谢领导啊，专程跑一趟。领导慢走，出门别栽跟头。李军被打成重伤，送进医院了。他假扮记者调查过罗明的案子，和罗明有关的人暂时不要接触了，我会请示上级另行安排。我跟着419枪击案，受害人拒绝提供证据，一问到案子情况，话都说不利落了。106殴打致死案的受害者家属看到我就赶我走，好像我是害他们的人一样。612案的受害者根本联系不上，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听街坊说是怕被报复。附近发现赵家的人了，马上转移，快！你是警察，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我爸忌日当天。那小子往我爸殡葬格上泼脏水，我不揍他？不管他干什么，你也不能把人打成重伤。重伤？不可能。验伤报告，你自己看。他们这绝对是诬陷我。也别停职了，等待处理吧。听我指。张大，你们到底是哪伙的？张秋风。就是因为你们这个态度，所以我爸死得不明不白，到今天还在被泼脏水，我爸应该葬在烈士陵园里面。你注意你的态度啊！我告诉你，停职不停工，现在各个辖区警力都紧张，你到派出所去帮忙。
你说什么？对方那个家属啊，咬得太紧了，没办法，必须给你弄过来，要不然早给你放了。张，哎，行，没事儿，张哥，蹲几天就跟回家一样，没事，行，咱们这个，要不说你，这有点文化。读过高中就是不一样，你比黑头山猫那俩傻子强多了。真哥也这么觉得？不是吗？山哥，我跟你说，我就是山哥身边的诸葛亮。哎呦天哪！真的，山哥好多主意都是我给出的。是，嗯。看你这机灵劲儿啊，那老三的好多损招应该都你给想的。怎么能这损招呢？我跟你说，张哥，你是自己人，但是千万别往外传。不合适，周总。小子，做人啊，得懂得别扭。我给你买，你说你不同意，我跟你谈合作。你又说不合适，那你要怎样？把孙尔茹都毒死了，你想怎么走？赵总，龙记酒楼是你派人砸的吧？南哥，这么说吧，夏老板，把这个签了。以后没人敢去砸。赵总，做人不能太贪。就像这生蚝，要是吃多了呀，会凉的。什么？张老三，命里边就是重金重火，不怕凉，吃多少都无所谓。反倒是你啊，夏老板，你个臭鱼烂虾，跟我们这儿装什么装？给脸不要脸是吧？啊！我告诉你，冯香龙海鲜市场你给，那是我的；你不给，那也是我的。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唯一的区别就是你
还有你，以后有没有好日子过？赵老三，我把我哥叫过来了，要量就要好好量。赵红强，别以为你们赵家在厂务横着走，我就怕了你。做生意，凭本事，凭良心，正当竞争欢迎。可要是明抢白拿，门也别上。赵老三，想干嘛？赵坤祥，我奉劝你一句，办事光彩才能受人尊重，总干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早晚死路一条。哎，你中谁了你？啊！叫你停，你就停，哪那么多废话？哥。今天他们给我们40%，我觉得可以了。你可以了，他们也可以吗？谁们？他们。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想让你醒一醒。你和赵老三走那么近，良心都迷了。我跟赵家真没走多近。你没当过渔民，不知道渔民的苦。我从小在这个码头长大的，我太清楚渔民的苦。要是赵鹏翔把这个海鲜市场拿走，他肯定会压低了粥，挨饿了卖，根本不会管渔民的死活。可现在的情况就是赵家只手遮天，光靠咱们俩守这片渔港守得住吗？你光批，每一条船上都是猪哥兄弟。他们相信我，把货交给我，公道的收，公道的出。我应承过他们了，只要我在，这规矩就不变。好，我陪你，咱们就走一步看一步吧。今天晚上已经和他们彻底谈崩了，幸好走得快，最近还是避一避。谁避谁不一定呢，哥，你别管了，赵家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当年李家和他们争沙场，结果呢？灭门。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别再和他们来往了。放心吧，我要说。夏宗海，
们家杀人了，杀人了！你先别激动，哪儿杀人了？新野码头，新野码头杀人了。好，我知道了，我们都在。好。高明，长征啊！哎呦喂，师傅，哎，别瞎叫，别瞎叫啊！这怎么回事？强奸？枪击啊？啊，谁呀？是个狠人，夏宗海。夏宗海死了啊！啊，长征，他，哎，谁让你进来的？啊，我们过来维护现场秩序，拉警戒线去。长大，不是长大，我们快点。行行，没事没事，你们忙你们忙啊！别，师傅，你别别别，你啥时候办的师傅，我咋不知道呢？我早就认师傅了。人家答应你了吗？你答应了叫师傅，哎，赶紧干活去。肯定当我师傅了呀！不，我认师傅还得跟你说呀。陈哥，哟。你怎么来了？啊，堂哥在这儿有艘船，让我过来尝点鲜货。宋哥，宋哥，我师父什么时候跟赵家的人走一起了？这边挺好的，在场五了，只有顺着赵家的人才能过得舒服。你现在还年轻，等你成长了你就知道了。不是你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顺着赵家的人？哎，他赵家在昌武就可以一手遮天呀？你每天怎么那么多问题呢？赶紧去帮法医工作去。什么情况？死人了。啥？谁啊？全中国那么些人，我哪知道谁呀？嗨，那行，那你先忙啊啊！收工走啊，快喝点。我这早不了了，你们去吧。行啊，好，好嘞。三哥，三哥，这个地儿整挺好，挺好。喜欢吗？那肯定。喜欢就常来，都是你三哥自个儿的地方。团长，嗯。警察在码头那边忙活什么呢？我现在是一片警，我能知道什么呀？我听说好像发现了具尸体啊，是夏宗海吧？我不知道啊。今天晚上还见过他。陈哥，不是你给干死的吧？你滚蛋！那就没事，你操什么心呢？你帮哥哥分析分析，这帮警察因为今天晚上我见过夏宗海，想找我麻烦。不存在，这是什么地方？在昌武还有警察敢冤枉你家人呢，那不是疯了吗？更别说三哥你了，找死呢。低调，那还不都因为三哥有你吗？我现在有啥能力啊？还要给三哥带着我玩呢。来人帮他。哎，嗯，怎么？怎么了，三哥？吓我一跳！什么事儿？行政那一帮人闯进我办公室，拿走了我炸山芋、炸药，他们想干什么？哎，那不例行检查吗？不用担心，没事。
这帮警察不会想要搞我。他能搞着你吗？他们就走走流程，之前被老这样吗？没有事儿，放心吧。能确定吗？要不要不这么着啊，你要是担心，我去问问我之前同事，我看看他们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问出来你就放心了吗？放心吧，严警说你要是现在还在刑警大队多好，还用找找别人？你就是搁了主心的我，现在完喽，只能在街上管管这些老头老太太吵架啥的，没用。你就说想不想咱哥有办法。道歉啊、我道歉，我道歉，郑哥，郑哥，对不起，郑哥，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混蛋，是我混蛋。转那边去。给叔叔道歉。好，叔叔，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混蛋，是我混蛋，我不该抹脏水呀，叔叔，对不起，对不起。郑哥道歉。郑哥，对不起，对不起，我混蛋，这是我的错，对不起。我问你啊，我听说你不是在医院瘫痪了吗？你今天怎么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叔叔呀，对不起，是我错了。哎呦，我不该泼脏水呀，我混蛋！哎呀呀，我不要脸了，对不起，是我混蛋，我不该泼脏水。行了，闭嘴吧。团长，我查过了，这小子你先抓过他，一直怀恨在心。所以选择你爸忌日那天过来泼脏水恶心你。郑哥，我求你了，我知道错了，我混蛋，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郑哥，你还饶过我吧？什么？太吵了，换个地方活去。都起来，都小点声。放松，谢谢，感谢。怎么了？不呼吸。
三哥从来不亏待人，拿着吧，我也把李岩好好看一下。三哥，我没事儿，谢谢三哥。泼脏水的事儿啊，我懂，我懂，是我干的，跟三哥没关系，放心吧。哟，你这是回来了，复职了，这么快啊？这么快啊？不想我回来啊？谁说的？最想你回来的人就是我了。得了吧，人都哪去了？他们都跟案子去了，都出去了。都出去了？都出去了。哎，你看你这办公桌啊，擦得一尘不染的，就是宁宇这小子，天天给你擦，天天给你擦，就盼着你归队。我跟你说，你再不好好努力，我就跟宁宇搭档，你就被放逐了。我才不怕呢，他太嫩了，你看不上。哎，这都是那个码头上岸的资料是吧？对呀、啊。哎，对，这儿还有。你看，是不是都跟赵家人有关？想过藏在心底的悲伤，源自一些迷茫，过程有些漫长，就把自我隐藏，尽全部力量，直到看见曙光的一刻天亮。回归，回归。没想过独自前行的彷徨，情绪无人分享，压抑热血满腔，看着理想摇晃，把战歌哼唱，牢牢把这使命放心上。有些失望终究会被希望原谅，有些对错终究会被现实隐藏，有些谎言终究会被结局埋葬，有些坚定终究来自心坦荡，那些孤独终究会被圆满补偿，那些深爱怎么去伪装，那些伤害怎么退让，等到天亮，阳光终究会带给世界光亮，那些伤害怎么退让，等到天亮，阳光终究会带给世界光亮。